这只是一级转治疗直接给我摁的。哥们，这 RQ 能通啊？他雷欧娜没闪现的，没闪现不随便压吗？啊哟，你们俩兄弟这操作，一个 RQ 炮车，一个直接交屏障，俩兄弟，怪不得大家能排到同一把游戏呢，这谁看不迷糊啊？我学两只 W。 他敢开我吗？他不有本事的开我啊。来，每一次劫都在书写拯救之路，有本事你开我。下路咋怎么玩呢？他下路专注，对啊，他下路怎么玩？我们将解放其他人。42刀打16刀，我出来接着搞他。下路玩不了这个对面的下路，只要不犯错误就压一辈子就行。野爹，他野爹，我们进他下半野区了，他打野只能往上刷呀，他前面三分钟就不可能是打野会来下路的。这打野来下路，他就只有一片野区，那我们南墙可以刷三片野区呢，那三野区开始是吧，完了就不用怕他们打野的。而且雷欧娜没闪怎么开人啊？下路双招都在，雷欧娜又没闪现，雷欧娜拿头开人啊。这个都是明摆着上的东西啊，进了野区，下路这个组合就是优势，进野区他们下路就玩不了。给这个卡莎狗上一课。休息，然后放松。啊，这把软压制把他玩的非常难，玩的难受一点。
反抗不是头脑，而是人性。哥们儿，你这个二 Q 的水平是真有点次哦。才是对线应该打出来的风采啊，拿出来强势组合。他下路就跟挂机没区别，这局除非现在雷欧娜游走找到节奏抓到我们打野了，对，找到这种节奏把我们打给虐了，他们的下路才会稍微舒服一点，不然就是难受一局。哎，给他借网瘾来了，这种难受不是对线打架输的难受，这种难受是就那你说对线打架打输了，那难受点那个挺快的吧，自己也很舒服，这种折磨类的是很痛苦的。差不多，哎，正在进行射击，该推了呀，马上14分钟了，现在已经11分半了，这塔可以推了，去别的地方玩了。
想想这把出什么，这把要往无尽走吗？其实有点想那样出的，我想出特效流，我出特效的，让我旁边，是有点装的，这个闪现交的是有点装杯的。没闪其实压力有点大，对啊，没闪现的话压力其实有一点大的，他的伤害还挺高的。把节奏打起来呀，拿先锋啊，专注，看我吗？他没闪的，但会吃了我这个800块钱啊，走位上没什么问题啊，大招扭了一闪，那一闪没扭，那没办法的，也挺难受的。现在应该是把现在下路一塔推了嘛，就应该转到中线之后是要打节奏的。其实这个先锋很早就可以拿了，先锋拿的时候直接把中塔推了，就先锋之后直接把中塔推了呀，然后就是无限定野区啊。啊，然后就是无限进他们野区，压榨他们的资源空间和生存空间。因为野区的我们中路有线权的情况下，先进野区打起来很舒服啊，而且我是能开人的呀，魔法水晶剑，开谁直接上去打，然后就完事了，就干了。这样子这波阵亡是有点难受的，有点不是很舒服。
除我们的记忆，只会确保我们重复之前的错误。多重目标进攻，向前刺探，侦查模式已开启。我们将终结他们的暴政，武装起来，压制性开火，掩战马，掩人耳目，很厉害啊。啊，这个才是比较正确的一起进野区的节奏，总战中路被开。这节奏就不对啊，打得不够严谨了。所以说不喜欢，有时候不喜欢玩艾希也是有原因的呀，这个就是节奏上的事情，就是分段比较低的话，节奏上的东西拿捏不好，艾希这英雄到中期的作用就不大，分段越高的话，艾希会更加有用一点，就说就是整体节奏的事情，就是包括中期的转线运营什么的会比较更加清晰直观一点，然后出这个大招，大招中招。哎，再拖一会儿，游戏就不好玩了。
踩我有点着急的。那前面打出来的优势已经全都没用了，是吧？这波死完，前面打出来的所有优势已经化乌飞乌灰，就是灰飞烟灭了。拿长度是吧？短度吧？好难受的整体节奏，打得很不开心，很不舒服。没因为每次都在掉人啊，每次都是掉了一个人，那节奏就乱掉了呀。女人和武器之间本来就难分彼此，这跟他说的一样。特效的话上限有点低啊，感觉出特效没有出无尽伤上限高吧。对啊，特效的感觉上限还真不高。他们无法从我这儿夺得我们过去。就讲道理，还真没有无尽绿叉，还要绿叉无尽的上限高很多。向前冲！
这下二塔就没了，下二塔没守嘛。哎，狼人没有去守他，不是很好抓他呀。哎，好像可以。我得交大了呀，交大让他交 W 啊。我也需要重新思考你的策略。是拉不进来，那老子他妈细节上拉扯做这么好，都要长这样，我勒个大豆，全是小走位啊！剑姬单切我，他妈没有兄弟看我，剑姬单切我，这他妈哥们是只能交闪现了。哎呦，拉扯拉晕了。
把他盾打穿了。绝不知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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